到了，到了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你上到底是个谈家吗？对啊，住附近，三块钱别的。老师，这上你。哎。Whisky。啊，你卖那牌子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我给拿。装东西，以前都是。就是这样的，做好就是。这做货就是觉得硬了，啊，那个。啊，有耳朵。以前都带。他不这样才好东西啊。嗯。对，菜市场买东西可以。这个现在如果拿去菜市场很臭啊，臭啊臭啊！对啊，现在嘛遇到问题就是，哎，这边的年轻人可能也太忙了，少主的年轻人太忙了，然后，导致老师这些东西现在只剩大哥一个人想要把它好好传承下来。对，那老师刚刚我们说他做了这四五种很代表的东西，对，那如果没有人好好把它传承下去，这些可能东西可能就失传了。那些那些工艺的特别的，他们主要特别是在他们的手法嘛，他有些手法，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。对，而且老师代表的是一个精神象征，老师传下来比较有这种少族原始的工艺的感觉，就是希望这个有人慢慢的传下去。那我们这支影片把它记录起来，也是希望有这种抛砖引玉的效果，让大家知道。台湾很多东西很珍贵的工艺来慢慢的消失，对，要珍惜。对，以前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找老师的目的，鱼泉。对，纯手工的编织，因为现在大家都用那个人造的，比如说蟹笼、虾笼那种陷阱，然后其实追本溯源最原始的是这种鱼泉。这次来是希望介绍给各种各位小朋友还有大朋友，大家知道这种。我们台湾也有这种很传统的捕鱼的东西。过肥皂，嗯，注意。刚才好掉。好嘞。哎，没翻了。哎，蛮好背的嘞。有啊。现在很多背包后面会做气垫，有没有？但是这个就是软的，它本来就是软的。那个很坚固啊。哎呀。这东西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是苔藓。啊，白色是苔藓啊？对对对，苔藓。这个是啊？哎，这个是长在表皮啊。苔带，苔藓带。那这只很粗了嘞。对，可是它的形状，你看它的形状，有大肚子有没有？嗯，这个。哦，对，它的肚子有点大。对。大肚子的话，那个竹子拖起来的话会歪歪的。哦。啊，看这个，看这边。这个是啊。对。有点像藤一样的物质。毛鸡，这个用力拉它不会断，下拉它不会断。好，这里。啊，这边电是安呢？哦，安呢？完呢？啊，连熬啊，这连熬那个破。啊，用这个破。哎，安呢？哦，安呢破。哦，这个毛鸡真好呢，摸起来蛮滑的，有滑滑的，好啊，那好哦，啊，手卡滑了，手卡滑，手卡滑，我安那滑，安那滑，哦，好顺呢，
会使破较紧嘞。破较紧。我拿两拿十碗就十七万，有点厉害。我靠你！哦，你这做无啊呢？无，一就是安尼。这样背回去的。哎，我搞对。背回去的，对对对。嗯，好 ，OK。是是是，赞。我老点的，不是红点的，我老点。高地的叫风藤。啊，你个它的叶子有味道，可以拿来包槟榔啊。以前原住民可以用这个来包槟榔，它有点那些，有一点酸味，胡椒科的毒品。哦，老师，这个挂着这个是什么？烟袋。啊？这个是？对了。刷地耶。烟刷地耶。啥？山猪的牙齿。山猪那个。哎呀，过得便宜。现在要破竹子。我也是不简单，看你下足紧的。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变得很光滑，圆圆的。这个开始，我拿在中间，对，刚好在中间。这这边交叉之后，一上一下，对不对？嘿，啊，这里都把坑里面嘞，哦，哦、oh.
吧。明天见哦，好，拜拜。我们这边有自己做的是木工啊，木工，哎，啊，这个是提工，是。哦。早安，老师早安。嘿，你好。老赞。它就会有张力。那像旁边这比较扁的话，一边要再垫个东西，感觉就这一点。对，泡水它才不会那么脆。嘿，转起来才不会那个。才不会断。三龙眼。三龙眼。山林经典，啊，伊的迄个中文名叫瓜父木。哦。然后就我们就把它削一半这样子。好。对，我靠！那个啥，如果阿的阿叉的都等来，怎么样？
三枪的这边那金花角啊，嗯，哎呀，而且金花这金花毛，金花毛啦呢，而且就是这变粗真好势，像那，安尼雕安尼雕真好势，有无？应该还好吧。哦 ，OK，OK，OK， 好，过关了 ，OK。很不好看，直接跟大家自首，你看，这边歪来歪去的，他们的这边中间都，很漂亮。看看怎样。对啊，你的第一卡呢？对啊，人生中的第一个鱼犬，至少亲手做的，至少长得像啦。终于做了，大家都有看到我们到底做了多久，也蛮感动，蛮有成就感的。天！啊，老师，我先走。成果。好啦。哥，感谢啦。好啊。鱼泉，啊，这集的目的也是希望更多人还记得，或是你知道鱼泉是什么，这样子。让你们想起来，介绍给你们。那接下来希望我可以用它抓到鱼，好不好？至少一两只，能代表我这个鱼犬是成功的。
有，哎呦，哎，还不错哎，拆开来，蚯蚓都进水，这边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只口蛇啊，奇力鱼，一只鸡啦。你在帮老师跟香菇拍照？我在录音啊。你在录音啊？上去对到是看 out 的，嗯 ，out 的都不一样。啊，我发这个很长的这个就是，哎，把那个还。